们没有买，他们也是一样啊。有什么等到下个礼拜再买？老师吗？明天没有来啊。明天没有来。哦，老师们讲虾仁嘛，叫马过虾仁啊。哦。那虾啊，规盘卖五百块啊。大家都菜市场都讲冷冷清清的，对啊，对啊，冷冷清清的，没有人。现在还跟啊，所以我在想一下都比较晚了。看起来整个菜市场都冷冷清清。还要工作了，今天我还有工作，所以不能待太久。所以你这边算好了，早上还有那么多人来，算很好了。哎，那一眼望过去都没什么。啥物件？拢拢摕偌济？啊？拢摕偌济啦？拢摕偌济啦？拢来哦。啦。啊，几只什么个？几只？啊，好哩。对，老板说拢。那好，这三颗是不一样的。不是不一样的。这都俗的啦。再九百块对吧？十部九百。来。这个还蛮好吃的，然后看起来像纯手工的哈。哎呀。这是。要最后接来呀。过年前买来，吃起来真的不错。哎，一包七八只。哎。啊，来一包十块，七八块，无事的哦。然后做批发价尔。啊？迄啰有扇贝，扇贝都有啊。啊，扇贝都一包好啦。两块两百块了。拿去收起来，那个等一下有人在一起卖就好，没有卖也没关系。冷冻后不要拿出那么多出来退冰啊。可以啦。与其站在那边念，不如通去后面帮忙整理一下。你有人欠钱无？
休息一下，等会再站了。整个安静下来。对啊。哎呀，故意捡弟弟啊。哎，现在喊别跳的。你喊也没有用啊。对啊，就喊了没有用啊，就没人要给你买了。就是、喊也没有用啊。就是比较晚了，没办法。那边的停车场会很长满哦，这里就不好停车了。这里如果好停车，客人就很多了。我还想说，但说想说可以到这里。龙胆石斑拿给人家一下，切好了。20包，20包，20包，20包。
来，看有看起来无啊？要用蒸的，要用炊的，要用煮汤的，要用红烧的，全部拢有。要绝豆要五啊无？还有蛤啦、沙巴鱼拢有。还是要吃肉鱼，包饺嘛有。白带鱼也都有。只要买过就吃到超好吃的啦。出一项啦，来200块就小卖你，200块最好的。哎，小弟，我今天过来卖毛巾去。来看是什么鱼，点菜没关系，这是用活的啦。你若有教，你就叫来我看卖啊咧。啊，活无一定爱买，袂要紧吼，当个先当参考。哎呀，看要食无？那对准皮500块，你啊做一届。你若照房价计，就超700。哎，三只多。哎呀，500了啦。黄金仓啊，超大只的。哎，这个叫做什么？啊？叫那边。那个叫恰熊。是啊。哦，很好吃海鱼啊，比恰比较好吃哦。两只500。两只500。表演很好呀，你去餐厅吃一尾要2000。这足好吃海鱼啊，很高级，给你看得到。多少？它的200块。啊，这样好没？啥物件？一斤400就好啦。八只啦，今天够。够定吗？八只啦呀。来，太好进来了，这不用画大饼了，不搞这这不用讲，我卖偌济啦。我讲行情就100块啦，来，三包保证进来哦，来200就好。太好了，这不用杀了。有人要吃八只来无？鲍鱼，一包给你，两包给你，三包给你，12只淡的哦。200块而已，回去也不用杀了，帮你杀好了，很简单方便，哦，拆开退冰煎一煎就好了，哎呦，保证袂臭袂烂的啦。我人要吃饭进来无？200块对，200块人要啊无？200，大哥你要吃饭进来无？要吃鲑鱼，要吃鲑鱼呀？来，我知我知，要专工捞你，都唔敢买你无？现在人家只有。什么呀？那加州鲈鱼，还有谁要吃鱼啊？黄金仓，还香港的就好起来哦。到了有鲈鱼了吼，今天也有大致的透抽了嘿。要吃鲈鱼不？来。你叫我看台几不拢300呀，很老哎。好，再见了没？300-500啊。哦，3只。对，我讲吃金蛙，足大尾的。过年时啊，不好意思，过年那时候在这期间呢，2只就500了。这样抓就真足贵的。小姐，要几只？你食厝的人侪人少？三个人。三个人，吓，安尼我来讲啦，你订3只啦，好不好？外面三只做120起跳，3只给你，三人免开，300免开，一样好了。250，三只。3只好。还好。
各位人要吃加州鲈鱼无？剩无几尾啊？三只250块。啊，这回去我们讲嘛，100块啊。澎湖花枝丸吃得到花枝肉的哦，这精华的啦，100块。啊，那想要吃蛤蟆的无？嘛拢凊彩卖袂掉啦。要吃什么？尽量点菜。想要吃黄鱼的点菜。黄鱼嘛，甲小小买。面头前票无遐大只，啊，你来无？450块好哩个，足大尾啊！这毋是细尾仔囝，互恁看有诶吼，你吼，足大只个啦，拢大面。来，紧，我教恁怎样食只啦，一箱了300-400块，我搁会砍你啦。我袂甲买啦，你若菜只做，就较好啦。有人要食无？500块啦，菜市场找到哪来请我掏钱？500块啊！对啊，真正赔下去啦！我500块，有人要吃我阿爷无？这大块我500。来。但东西卖得太新鲜都不会动，不相信？真正卖了够青的，伊有够水的，来500个什么来？这大块这我阿爷哦，你莫看是木鱼诶，大个哦，500块。我跟你讲，哥妹，真正起笑啊！真正起笑，我不爱骗。这五个才大尾，真正要乌白白脸的，有人买啊无？五个。啊，这只五个真正啊，这白甲白色，白甲白甲白色，白连落来啊呢。所以今天没有，你要在，我有问，阿哥好，你拜拜啦喽。没老白色啊。